我无聊的时候就听歌，然啊，听后歌。如果能看到窗外的话，就一直会就是观察每个人，然后观察别人。因为这样有上帝视角，很爽。行，我没有听清楚，什么？上帝视角。哇，野心不大，不小啊，所以你要站在上帝视角去观察路人的状况。对，因为我可以看到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大爷推着车，我就可以想帮他他一下。现在去干嘛，然后他哦。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，就可以幻想很多出来。